今天新老朋友齐聚，我们马上给大家请出两位新朋友，王牌大姨张海宇和王牌小妹管乐，来，我们欢迎他们先来到场上来。哇，这俩人老能嘚瑟了。介绍一下自己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海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管乐。好的了吧？来量一下腰围。好，两位先到我们的嘉宾队当中啊。来，我们的嘉宾队先来第一轮啊。好，来。哎，朗朗，吉娜的汉语水平到什么程度啊？都说行，但这种可能得费点劲。但是我这可以用东北话。你们上个场至于那么有仪式感吗？上个场还是这不衣服穿的吗？来，请都戴上耳机。哎妈呀，这么吵！菲菲，把这轮的题目拿上来。哎呀，我这咋比过这个？哦，这个好难啊，这个好难。啊，行，这蒙着来吧。啊，来，准备好，传递开始。小明。四个字，头两个字，孙悟空，我这观音，我还有一这也行，这样的你看，啊，哎呦，没事，这是怪，没事，抖包袱呢。没事，这个，啊，好，二郎神，后两个字，狼神，呀，潘叔太拼了，是二郎还是二郎神？后两个字，狼神，哎呦叔，啊，真的，啊，炸，杠杠杠杠。这锄地啊，不锄地，锄地是那什么，就是那个人物的人物向后传递，啊，那个好红拳，那个四个字那个耳机可以摘了，我可以拿下来。谁都有这番跳舞，哈哈哈哈，这啥桶，这啥桶，四个字，这不才俩字吗？四一共四字，后俩字就这样，哈哈，这是啥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这痛那么激烈，你就比划个大概就得了呗。是，快点关上吧，没用了，快点吧。不，多说会话呗。四个字儿，这，哈啊哈啊。这吉娜一会儿怎么办呢？四个字儿，也不知道这是第一个还是前两个。啊，是第一个小明哥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把没用的全学去了，明白了吧？好，第二。啊，这是一共四个，完事了，四个字。完事了，完事了。啥玩意儿？快点。啥玩意儿？这样。这。然后使劲打，就完了，特别像东北小品演员，就完了。我想的是什么玩意儿？朗朗，这题答不上来，不磕碜。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四个字儿，给你提个醒，是网络用语。对，网络用语。哦，你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你咋知道的呢？你说，这种草，种草，四个字儿。哦，这是在种草啊！网络语言，晕倒不送，晕倒不送。
抹啥边的。朗朗，这是不送，这是打气呢。加油打气，不是摔，那摔的嘛，那对吧？对了一个字儿，气。气对了，对气。气对了，气对了，气对了。第三个字对了，打气打。头两个字，腾云，腾云驾雾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了啊。完了那个。玉观音，完了呢，还有这样的人物呢？啊，猫，兔子，兔，月兔，嫦娥，对，他们都是干啥的？他们都是神仙，他们啊，他们什么？《西游记》的神仙吗？神仙打架。哦，哈哈哈哈神仙打架，我问题是我就没听说过这个词儿，我也没听过。行还行吧，那我这算分不？算分，耶！真算呢，这分有点，那我不好意思，拿分，一会儿咱们再让一下就完了吧？对，主要是潘叔抖了个包袱，那个包袱变成接下来的重点了，这大家都跟着在那摔跟头，彻底跑题了。来，接下来王牌家族请到台上来。来。王牌家族中间还少一个人哈、啊，给大家请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，欢迎王牌的忠实老粉丝席永顺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欢迎您，这又见面了。小童还记得吗？咱们这位热心的观众吗？记得。美女，你会喝酒吗？这也是第一句话吗？这句没有，是台词吗？老师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今天应该是就是重新调整了状态来的呗。对啊，这可不能吹牛，一会儿还可真的要表现的。您是中间那半。哎，好，今天玩的开心啊，来。我让王牌女郎狒狒把这轮的题目拿上来，同时呢，她还要负责用 vivo X30 系列 5G 手机来记录我们整个环节过程当中的精彩瞬间。哇，这个难。OK， 这个难哦。德哥想好了怎么演？行，可以了啊！来，挑战开始。啊，会是什么？三个字。这是啥呀？过河。OK。您说话。对不起，三个字。三个字。第一个字。滑。第二个字。啊。第三个字。看。忘。歪了。蒙圈。这样也行。哪个？动作您得记住啊。三个字。第一个字。倒。第二个字。第三个字呢？第三个有点忘了。最重要的那个字，最重要的什么？他真记不住了。他就记住俩，来吧，就俩弄吧。三个字，只有两个字。这太惨了，这。第一个字是划船。第二字啊，没有第三个字的表演。第三个字忘了演了。滑三个字。滑。三个字。滑啊滑，滑到外婆桥。真厉害，不愧是王牌家族老手了，真的。花花，让腾哥给你演一遍，好不好？这怎么还不一样了呢？一样，起范起的不一样。第二个字来了。第三个字，望远镜，或者。刺，东北话叫啥？桶。哎
答案是什么？三个字。万花筒。万花筒。传声筒。哎呀！喂 ！Oh my God! Unbelievable！ 厉害厉害厉害！你今天表现怎么样？感觉？哦呦，更差！哎呀！谢谢您，谢谢您的参与啊！有机会多来，好吧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接下来两队互相给对方出题，是不是太好猜了？太好猜了，我就不会。咸二鸭，这太简单了吧？啊，对。凤芝。哎，我其实就要吉凤芝就好了，就叫吉凤芝吧。对呀，啊，我们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。你能快点吗？知道了。不是，那是我们起的人没答应，谁能记住？谁能往那儿猜去啊？那有点赖。那我换吉娜爱丽丝。行，那就这样。我们好了啊，我们也好了，行吗？完美，咱们这决定的。接下来我们的嘉宾队啊，先上场准备。好，小明哥第一个，潘叔第二个，吉娜第三个，管乐第四个，朗朗第五个，我又最后啊。啊啊，那行，我先找着感觉了。现在感觉没用，对方出的题啊。那太难了。哦哟，跟我们出的差点一样，也是不好演。本身是凤芝的，真是放你们一马。好 ，OK OK OK， 来传递开始。五个字儿。啊啊，第一个字是。疙瘩疙瘩疙瘩。鸡鸡鸡。第二个字儿。主持人，谢谢劲儿。不是张杰他老婆谢娜，吉娜，哇，这都行，这都行，破坏了某些规矩吧？可不能这么说呀，不能这么说，演的啊。那第三个字，就吉娜抱我，吉娜抱你，不是这个让世界充满爱爱，吉娜爱，吉娜爱谁？你还不知道？朗朗，不是，注意时间啊，注意时间。美美，咱得演啊，不能说的太多啊。你把我们板子给他得了。吉娜爱美丽，好，向后传递。吉娜爱美丽，不能再交流了。吉娜的门已经打开了。五个字儿，那个第一个那个，咯咯咯。蛇蛇鸡啊鸡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对对。我哎，不是不是我，吉娜讲到了，潘叔说不是。哎，你看，那个什么玩意儿，那个你看，快看 vivo 新出的手机。第三个字吗？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。哎哎，对对，哎那个，漂亮。对，漂亮，还有另外一个描述吗？美丽。哎，对，差不多。汉语这么强大，可以的，对，差不多。OK， 嗯，好。咯咯咯咯咯咯咯，这是德国的鸡，德国鸡打鸣的时候是刺耳的。咯咯咯咯咯咯咯，几个字？哎，五，第一个字。咯咯咯。第一个字是鸡 ，OK，第二个字我先第三吧，第三个字，亲，爱你，对，然后我要变好看，要变好看，化妆，但是为什么？为了美，对，美，对，鸡后的第三个字是什么？好，最后一个，第三，来来来，朗朗信心满满，五个字，啊，五个字啊，第一个字，咯咯咯，咯咯咯，咯咯咯，这鸡，哎，对对。然后第三个字还是第五个字是这个，啊啊啊！这是干什么？化妆，化妆是为了什么？美。哎对，还有什么？腾哥帮帮我！啊什么？鸡什么？第三个字是？你给我个第三个字啊！时间到，朗朗蒙一个呗，这只能干蒙了，鸡。什么？忘了一个，第三个是这个。啊，行啊，啊，这个有用，这个有用。哎，有用的呀。机器心很美，跟你有关的。指我了。啊，吉娜。吉娜的东北名字叫什么？吉娜。
基奈。基凤芝。基奈爱丽丝。对吧？好了。哇！真的？我们一开始想写。吉凤汁儿来着，我们给他起个中国名叫吉凤汁儿。吉凤汁儿，郎朗，你知道德国的鸡怎么打鸣吗？那得用德语啊。你让你老婆学一学，就。德国或者国外说那狗叫吗？咱们不是汪汪吗？他们是 woo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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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of， 是不是这样？是。对，两个音。来，两队互换位置。OK， 走。哎，老有范儿了，这扇怎么拿的？哎呀，这大姐大呀，这是！哎呦，我你看，我第一次觉得蕾丝的扇子不是性感，是富态。如果这样呢？这一轮我们又给王牌家族请来了一位老朋友，张立文，张阿姨，欢迎您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又来到这里了。张阿姨上次是说成了一个树上七个猴。老头儿，老头儿，就我一个人。后来好像又听说有什么村儿有七个猴吧，就是一个老头儿和七个猴，是右手牵沈腾，左手牵贾玲，都是沈腾把我带到沟里去了。啊，今天您在第三的位置。啊，这回我不牵沈腾了。哎呦，可不敢再把你们俩放一起了，牵俩年轻的。啊，请戴上耳机。是我过来是吧？啊，对。六个字啊，你这脸色，哎呀，脸色好，好脸色，啥呀这是？非常平淡无奇，但是极其艰难。认输行不行？这不行啊，张阿姨都来了。没事啊，腾哥，我们支持你，加油。五分钟过去了，他还在思考。相信沈腾，沈腾非常聪明，对，他在思考当中，怎么演？他演这个，他演的每一个字、每个词的时候，都是有寓意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。来，开始了。六个字。贵妇。贾玲儿，注射，贾玲注射，注射，贾玲注。一般唱戏的早上起来要干嘛？开嗓。啊啊啊！完了是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他这越说越难啊！啊，完了之后还是啊呀？对呀、啊，不是升调了，是又他又换了一个啊啊啊啊！啊！干嘛呢？换了个什么 ？OK， 这个字儿咱们先放这儿啊。好好好，第五和第六个，注意时间啊！注意时间。喂，哎，第六个。哎呦我的滚！生，贾玲注意卫生。我太聪明了，太有默契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啊啊！咦咦咦！哦，原来是啊啊！没事，有阿姨在。有阿姨在，记性好啊！有阿姨在，不迷路啊！六个字。前两个字，前两个字，芭蕉扇摇起来，摇起来，我摇起来。第三个字，注射器吧。啊、对，你看我呀，阿姨，你看他们没用的。第四个字是，啊啊啊！啊后面那个是，就是，都一个学校叫出来的，尾音也还是啊呀。还有第六个，第六个字是，哎，等一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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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第六个就不知道了，一共是六个，六个字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。第一个我忘了呀。这就放心了。虚惊一场。忘了忘了，然后是芭蕉扇，第二个。扇子，然后是大斧喷砖，是吧？孕妇扇扇子。哦，你问谁呢？人让你给他演。这个忘了一。注意时间啊！注意时间，门快关上了。注射器，注射器。阿姨，您还直接带说的呢。第六个，他根本就没告诉我。告诉你了，你没看懂。好，小偷给贾玲传递。完了。完了。说一共是六个字啊，第一个字忘了。第一个字忘了，第二个字，啊，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山，他顶了山，然后还有这个腰，这是什么人？这应该是我呀，这不就是我吗？还有一个注射器，注射器针，会不会是贾玲和甄鱼？贾玲和甄鱼。贾玲梁吉娜的腰，六个字儿。这个人应该是我呀，但这大肚子这不是他吗？帕瓦罗蒂，六个字儿。贾玲帕瓦罗蒂，七个字儿就是戴玉强帕瓦罗蒂。你演一遍我看看。贾玲。这个行为在干嘛？贾柱，贾玲柱，贾玲柱。完了，那个唱戏的吊嗓子的时候，半个月亮爬上来，不是吗？不是一套活儿。我给你演五六。周，周，你看动作，不要看里面的食物。喝妹喂贾玲注，贾玲注意卫生。对，哎，好，后面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目前是两队打平，那由于今天是咱们王牌五周年嘛，就给王牌家族啊多一个福利，让他们多玩一轮台词传声筒。这样如果传递的字数达到十个或者十个以上，就是王牌队赢，不然呢嘉宾队赢。王牌家族请到台上来。接下来是猿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，第四棒留给您台词啊，这轮来台词，传台词啊，加油加油。请戴上耳机来视频播放，请戴上耳机来视频播放。你好，给我来个中杯的拿铁。您要的是这个吗？这个中杯。对不起先生，这个是大杯，这个才是中杯。你这不大中小三个杯子吗？我要这个中杯。对不起先生，这个是大杯，这个才是中杯。中杯，我不管你们怎么叫，我就要这三个杯子里的中杯。老罗，对不起先生，这个是大杯，这个才是中杯。别这样，这个智识的笑太绝了，我。这故意给腾哥出了个难题，老罗那这个得演吗？这个算仨字儿啊？这算工伤。来，传递开始。你好。你好。给我来一杯中杯的拿铁。给我来一杯中杯的拿铁。你要的是这个吗？你要的是这个吗？这个中杯。对不起先生，这个是大杯，这个才是中杯。你这儿不是大中小三个杯子吗？我要这个中杯。对不起先生，这个是大杯、中杯、大杯、特大杯。哎呀，一轮。我不管你们怎么叫，我就要三个杯子里面的这个中杯。对不起先生，这个是大杯，这个才是中杯。哎，为什么呢？罗老师，别这样子，别这样，罗老师。哎，对，为什么没有小杯呢？他管小杯叫中杯，管中杯叫大杯，管大杯叫特大杯。真是挺奇怪的。所以他才抽自己，他觉得他跟他自己没法交流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这个是大杯，这个才是中杯，大
啪啪。罗老师，再见，再见，罗老师。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为什么是这样的。怎么了？这么开心，传什么了？特别逗，这一段话，这人来了。我要一杯中杯的拿铁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这不是中杯，这是大杯。罗永浩吧。然后那个，我就要一杯中杯的拿铁。然后他说，啊，对不起，先生，在我们这里，这个是中杯，这个是大杯，这个是特大杯。我不管你们怎么叫，反正我就是要那个中杯的拿铁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这不是中杯，这是大杯，这才是中杯。然后最后。罗老师，罗老师别这样。哇，厉害厉害，基本上全对了。小童的记性很好，想一想怎么跟阿姨传。到阿姨那就变味儿了。谁说的？这次不变味儿。哼，这个故事就讲的是那个罗永浩去买咖啡，你就说老罗去买咖啡。哦。估计阿姨都不知道罗永浩是谁。然后说对不起，我想要一杯你们这儿中杯的咖啡。要中杯的啊。然后那个服务生就说，抱歉，您指的这个是我们的大杯。大杯啊，我们这个叫大杯，然后这个叫超大杯。他说我就要你们这儿中杯的拿铁。拿铁拿铁拿铁。来，然后罗永浩抽自己嘴巴，啪啪啪。那个刚刚应该知道。就这么糊弄过去了啊。我就提一提他就知道了，那这挺好的。你也不能提一提。罗永浩去买咖啡的片段啊，来了。罗永浩，老罗去买咖啡。哎，罗永浩，哎，拿铁。老罗去买咖啡拿铁。他可能不知道。完了，花花不知道。哎，他说我就要这杯中杯的。中杯的。服务员说不对，那是大杯。大杯，这个不是大杯吗？我们这个是超大杯。哦，阿姨可以。不错不错。那我不管，老罗急了，爱卖不卖。学过评书。哇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在第五棒了。到第四棒能这么全，我很厉害，是吧？这次不要小瞧我了吧。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。我们哪次都没小瞧你。但是我们关键考验的是台词对多少个字啊。保罗。嗯。现在我们穿这身就是保罗嘛。对，保罗，你好，我是老罗。然后我想要一杯中杯的拿铁。对不起，我们这只有大杯的。不行，我就不要大杯，我就只要中杯的。然后超大杯。再见。那你有超大杯吗？我们没有超大杯，我们只有大杯拿铁。那就哎呀。完了，花花没看过这一段，高估你了。所以前面四棒都是没问题的，就到我这棒垮了是吗？走。前面还真的传的，嗯，哎呀，我这个好胜心强的呀，我怎么办呢？这轮花花最终对了15个字。来，我们谢谢姐姐参与到这轮当中。这轮表现相当棒。这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哇 ，yes。